爹。嗯。何时学得如此扭捏了？啊？这半年来，我在江湖上听到一些传言，是关于战叔叔的死，有很多不好听的话，想要污蔑你和战叔叔的兄弟情。今日你要告诉爹，这些个传闻，你相信吗？告诉爹实话。爹，女儿曾经摇摆过，但是日后，女儿再也不会怀疑爹了。错了，谢谢你能够相信爹，谢谢。爹，可战师兄他……爹知道，爹知道。既然你在江湖上能够听到这个传闻，战师兄他行走江湖多年，他一定会比你知道的还要早。爹知道，他一定是听到了什么，才对爹产生了误解。爹，既然你知道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啊？我想，有朝一日，他自会明白的。可是爹，我怕战师兄他会对你不利。不要如此说你的战师兄。歌儿，我们都应该相信他，好吗？嗯，歌儿以后不会再这样说了。这世界很酷。